场胜利的确得来不易，台中第二选区新科立委严宽恒咬牙守下这一席续留国会。好雄心，咱赢，咱再一次赢，咱再一次赢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。连任立委宝座，这仗打得辛苦。2013年代府出征立委补选，对上陈世凯，小赢1138票。这回狭路相逢，再次对决，民调五五坡拉锯战。过往屡战屡胜的老爸严清标，更拄着拐杖为儿子卖力补选，要证明黑派在海线实力。哦，我刚才在算哦，敢就去行，这摆听着伊要算哦，大家拢行两包啊个吼，所以啊，大家这个怕不怕？同样是烟火，但这是从远方对手严宽恒总部传来的光景。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对手陈世凯一路缠斗，最后败选，坦承努力不足。也一直都很担心纪委员去瓜分到我们的选票。那最后，我们没有当选，当然原因很多啦。地方派系对决，小英旋风，陈世凯原本夹带着民进党天王站台光环，想要上立院舞台，却不敌严清标家族长久以来基层耕耘。这连家庆台中报道。